今天就迟了，其实之前已经跟他讲了，但是因为今天太早了，他还没起来，我回去就会跟他讲几句了，跟他晚了，因为我还有两天的时间休息嘛。那这个时间也需要念这个对白啦，要看这个剧本啦，那就初三就要开始开工了，所以希望明天有一个很好的新年吧。